我若对林秀兰因厝内人有做甚物代志，你嘛是因，我又搁对不起你啥？你当然嘛对不起我。自细汉，写着就是栽培你、器重你、爱护你，啊我嘞，我袂输因搭奴才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就是要写照在在天一日后悔，后悔当初时啊看唔着人，无对我较好诶。不行诶，将来都唔知通帮助你，干那遐怪别人啊！将来都唔知检讨你家己做了啥，也唔知感谢别人为你做诶。好啦，别用你老爸来向我讨人情啦，你早淘汰去啊啦！不行诶，你那是查甫囝。他母就去拍遐歹人啊！卖伫来对付咱家己的亲人啊！你妈无事，上好是放心。那无我随你来顾你哦。阿姐，咱袂插面啦，互伊去顶威风吼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替我阿爸甲阿母讨一个公道倒转来。行。我的媳妇，我哪知讲伊这么紧就离开我，我袂这么老顽童，我应该振作，我应该这么这么舒心，我好冤老顽童嘞，好心假心，我不应该来怪我的媳妇，我不应该骂伊，不应该怕伊，我应该。哎，真糟起来，我袂用那方便。阿妈，你莫安尼啦，你今日哦，已经伫咧外口走走几工啊，你休困一下，饮一杯仔茶好无？阿妈，阿母咪足坚强的啦，你莫替伊烦恼啦，咱嘛是会去常常去看伊啊，对无？对啦，虽然讲阿兄甲嫂啊。拢无伫咧咱的身躯边，要毋过无要紧，你阁有我这个后生，阁有这个子孙，阮拢会陪伫咧你的身躯边，你做你放心。妈，阮这个事实拢会好好养好你。真实的，这拢是我唔好，也要去让掠去关，也无你做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好好听阿母的话，就是搁再做人。我袂用拖你，我应该好起，我应该还好起来。阿妈，阿妈，你坐下。我应该还好起来。阿妈，手放开！你嘛较冷静啦。阿母啊，早晚一定要伊放出来，伊来放出来啊！阿妈，阿妈食阿好件，虽然小碗都我无食，我要食迄款。好，你要食你嘛看看食，对无？阿妈，我真的。阿妈，你放了你大刀食啦，切开！阿妈，切掉，切掉，切掉啦！妈哩，我著甲你讲过，叫你看看食，你是安怎要顾一个？你安尼颠倒，互阮作烦恼的，你知无？老妹，咱了解我的想法，想来有够过，伊上烦恼我无食，伊讲哦，爱有食走关去，我要慢慢食，食好用行用行，我要行去找秀兰。我要将秀兰倒转来，阿妈，我要将秀兰倒来，阿妈，康坤啊，你先叫叫，
是不是阿哥伊？阿哥今麦情形安怎？算罢的结果，阿母还要让人去怪一个月。一个月，阿哥实在足可怜的，伊为着陈家，辛苦半世人，最后也是为着陈家去坐牢。你怎么是在讲阿母哟？阿母让人去怪？你搁敢来问我？拢是你老爸害的呢！你今日应该去法院看卖啊，看卖你老爸迄款粗残人性。这跟我爸没有关系，哪会无关系？拢是伊手安排的呢。今日在法院的时阵，大家拢为着阮阿母的代志，伫咧伤心，伫咧艰苦，都感觉伊伫咧笑啦，搁怎啊真好意呢？王新辉，我甲你讲，我永远拢会记得你阿爸迄个表情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伊得到伊所应该得到的报应。嘉文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着讲给我明白。恁敢会是误会我阿爸？我都已经离家出走，想无，伊应该冇一点悔改才对啊。阮在遐开公司，你阿爸找人去报废，找人去看报纸，讲我离遐公司的歹话。阮离遐厝，我一间卖出去的啦，开票。我跳起来啊！阮阿母是负责任的，嫁去犯着骗计划，嫁去坐监，阿妹你听清楚无？嘉文，你讲起来有啥物证据？我讲的都是事实啦！嘉文啊，幸亏唔知头唔知尾，你莫对伊发信题啦！表兄，你搁伫咧动情伊哦？你哪会知伊即摆习惯来咧想啥？你哪会知伊袂插着你老爸安尼有粗糙的个性啊？嘉文，你是安怎要安尼讲我？你猜我，你安尼讲我，我心肝内话你也艰苦。阿母让你去过，我心内嘛是足痛苦。是安怎你要安尼讲我？我本来无我清楚啦。若知影我互关伫遮，一定真下歹。你是代表伊来？阿母，我已经甲我阿爸批评离家出走啊。我是到今仔日听嘉芬讲，我才知影你互掠来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。你不要惊，把我害到这么凄惨落去。你莫讲啊，你先走啊啦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听我讲好无？阿母，自从伊讲。你甲我赶出去了，我都唔敢再去巧料你啦。啊，不过，即摆你让命来关，阿妈佫怕伊身体无好滴咧，伊需要人来甲照顾。我真正是诚心诚意的，想讲要替人家做一点仔代志。你以为你是甚物啊？只要我来看到你，我就想伊正硬的死。想起恁阿爸对阮的世上所做每一件恶毒的代志，我甲你哀求，我甲你拜托。你只好下文好，你莫阁甲我折磨。阿母，恁大家拢讲，拢是证人阿伯人是阮阿爸，啊，不过到即摆还阁找无证据啊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查无清楚。啊，若是迄张支票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叫我阿爸斗相共的。我真正是切身离家出走的，我来去救伊，伊定等着我生的查某囝，伊定提钱出来跟咱斗相共的。好啊啦，你莫讲假好说啊！我莫讲去挨恁阿爸哀求，你去挨哀求是算啥？我林秀兰，今仔日来死伫遮，我嘛袂去个哀求啦。我知影你对我靠过阿爸的爱护，阮是前两工会去消毒的，啊，不过。我真正是绝不忍心看你放关在这，
看你当真受这款的委屈，你搞这个安怎啦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阮大家把所有的歹运都给我姐家来承担，你是有听见无？你给他转去，我一再不会看到你啦。大叔长，大小姐回来了啦！大叔长，干唔呀？你小看唔着？嘉欣啦，大叔长你看，新妇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建议我阿爸抱一下，啊？爸，我要问你，阿母红入去管的代志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新妇。莫阁甲阿爸讲陈家的代志啊！敢讲咱爸阿囝除了陈家的代志以外，拢无别项代志通讲啊！爸，你回答我好唔？阿母红两去管是毋是你害的？迄嘛真奇怪呢，是安怎因陈家发生的代志，拢会怪到阿爸头壳顶头来？我问你啦，法院甲阿爸开的，法官甲阿爸请的，阿爸真正遐尼有才调，讲要关啥人就关啥人哦？那无是安怎？家凤甲我讲，家凤的公司是咧派人去阿母的，害到因一间厝都卖袂出去，唔只会跳票，阿母只会扛掠去关的。心灰啊！迄拢是因在诬赖我，阿爸一块白皮布，因硬要甲阿爸你甲乌啦。唉，但你嘛知，开公司的是陈家凤咧。爱趁钱的时阵，敢有分我一仙五厘？哎，即马了钱啊，牵拖着因老母，啊，着讲是我害的。爸，你嘛知影，我迄日希望有一天，因甲家明，啊，阮囡仔，阮三个人团圆。啊，不过即马因为进行阿爸死，因摊开每一个人拢足怨恨我的。爸，我伫遐的钱也无偌济，你是毋是应摕出来甲斗相共？啊！顺山，你嘛用化解，你甲陈家较早起来温暖啊！心慧，你实在真无良心啊！你放下阿爸，做你离家出走，啊！你即摆一转来就拢来怪我，你到底是要爱阿爸安怎？你就算是最好事嘛，反正遐个钱真正也无偌济，你钱甲拢入去，阿母都已经去用放出来啊！爸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免拜托我，爱拜托的吼是我，我拜托你，你搬回来住。无安尼啦，只要你愿意搬回来，无论什么条件，阿爸拢答应。爸，不是我无愿意搬回来住，是因为即马陈家的人拢讲，这现阿伯死是你害。伫个代志还袂查明真相之前，我是无可能搬回来住。心慧啊，是安怎你拢无要相信阿爸啦？好啦好啦，你去告阿爸，告讲你有一个害死人的阿爸，去替陈正贤伸冤啦。慧玲哦，我光明正大，让你去调查，看阿爸有做啥物代志无？爸，遐个代志，敢真正毋是你做的？我真正无做啦。二十多年前发生迄场意外，因大家拢在误会阿爸，阿爸的心内嘛真艰苦啊。你想看卖啦，阿爸即马啥物拢有啊呢？我敢有需要去做一寡犯法的代志？我乖乖留我这条命，陪恁过后半世人。可怜。做人实在真无价值啦！我一心想要做好，想要化解人对我的误会，那结果呢？什么拢唔对啦！我相信，但这个若是还阁活在这个世界，伊嘛会感觉阿爸真冤哦。心慧，你要阿爸安怎做，阿爸拢会使答应你。不过阿爸无做的代志，你千万唔通甲我冤枉啦。爸，
害得这个代志，心还要找无证据的，无一定就参像你讲的，是因为因对你之前的印象太差，唔才把这个代志拢认定是你做的。爸，这个代志唔免阁讲啊啦，我相信你就是啊啦。小伟，你真正相信阿爸？爸，阿你刚请求阿母出来。好啦，要求伊嘛会使啦。阿爸即马随来开支票，你提起我陈家豪保票卡。啊，不过阿爸有一个条件哦，你要马上搬回来哦。好啦。那呢？阿爸随来开，阿爸随来开。新妇，是你啊？新妇，我看到你。我是要来问你啦，看你什么时阵有闲，咱头下来户政事务所，把户口退退啦。哦，真是累啦。啊，最近我较无闲，等我有闲时阵啊，我甲你通知啦。啊，你妈呀嘞！新妇，是安怎？你一日嘛了找阮大爷？你唔通袂记钱，啊无论安怎，咱也是翁阿母。家豪，恁厝最近发生遐尼啊侪代志，你还阁心情讲遮个？离婚的代志是你家己答应阮阿爸甲恁阿母的，敢讲你要反悔哦？虽然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啊，也不过踮咧户政事务所遐，咱也是翁阿母啊。嘉明，嘉明，嘉明，我今日来。就是要当你的面头前，把这张支票给恁的啦。这张支票是阮阿爸诚心诚意要提出来化解恁对伊的误会，你摕去啦，赶紧摕去叫阿母妈。小妹，阿爸要偌钱哦？好，你敢会考虑一下？因阿爸真正会这么好？嘉明，你放心啦，这张支票是我用心计较争取来，绝对没有问题啦。我当然知影这张支票毋是假的，恁阿爸哪有可能用家己的名声和这张支票来跳票？到尾啊，伊毋是甲阮阿母同款去坐家。我只是想无，伊是安怎安尼做？敢讲你无要相信我？是毋是因为阿母准咱两个人做伙，你就要甲我当作是冤仇人？不管怎讲，我总是囡仔的老母啊，我敢有可能害家己人？你毋是上介友好阿母的，咱有遮钱以后，咱就会当找律师，赶紧将阿母甲救出来。我拜托你啦，唔通搁再想一挂什么尊严、民主的问题，好无？家宏，我毋是伫咧想什么民主甲尊严，我是伫咧烦恼，这条钱是王金良出的，阿母若知影，伊会生气。王心辉。阿妈，是你哦！你老爸伫发现我甲爸，我哩唔惊呢，你搁敢来哦？阿妈，我今日来是想要请一条性命，叫阿母出来了。安怎？嗯，你有钱就省事，嗯，啊，都用来欺负人。提钱来哦，免加好税啦。干，只听你。阿妈，你别安尼好不？啊，你拍算要阿母关偌久啦？阿妈，钱你着收起来啦，这个钱着当作是阮阿爸要弥补家宏因公司的损失啦。虽然我无确定这件代志是阮阿爸做的，啊，不过伊钱着摕出来，这总是伊的心意啊。心意。王新辉，你敢听清楚哦？你免想是我要用迄钱来买阮孙啦。妈，好，好，好啦。阿妈，你也知影嘞，咱有遮钱以后，咱只好再条想办法将阿母救出来，啊？爸，新辉
啊，代志拢办好势啊。视频我都已经交给家宏啊，我现在干阿希望阿明较紧帮放出来。幸会啊，阿爸即个给你钱，摕去等家做好了。这在阿爸的心内，等于是受到真大的侮辱甲委屈，因为这秘书是阿爸向伊认输共款。爸，这件代志真正就多谢你的啦。唉，那咱是白阿囝，讲什么多谢啦？阿爸即马同欢喜的，是你搁转来阿爸的身躯边，咱一家伙也当搁团圆。这给阿爸开偌济钱，拢感觉有价值啦。你过来就去嘛，你小姐袂安怎？你袂记袂啦？郭来宾，你是来要怎？阿娇，我挂嘴。你出去啦！阿娇，你袂安尼啦，你是我的朋友啦，无代志你落去啊。好啦。心慧啊，你阿恁是咧从啥个啦？爸，啊，之前我甲丽萍有误会，即摆阮的误会都已经化解啊，恁妈安尼大细声啦。这，啊，好啦好啦，你已经甲伊讲讲，互伊转去。你有什么代志啊？新辉，嗯，阿建兴嘞？建兴，在困啊？啊，我一块。建兴，哎，阿建兴，阿那又，阿那又来？你看，你嘴唇那乌乌啦。我那是恁老母，我熬到甜啦。阿妈，你还有信心啦？大伯的代志。我已经请律师啊，我相信真紧就有消息啦。上较重要的就是万事都看好开啦，唔通就是遐多，啊，若无，你将来日子是变哪过咧？嘉宏，嘉宏，嘉宏，丽敏，嘉宏，哎，丽敏，拄好拄好，我来吃饭啦，到店吃，提前我伫予丽敏，我无心情吃啦，今麦计伊要开刀啊啦，哎，那安尼啊，已经讲好。伊的情形足危险的啦，即马医生伫准备啦，确定啊，过来去手术房啊。紧啊！啊，这代是到什么地带啊？迄搭家伙，迄是恁囝呢，恁哪会拢袂烦恼、袂关心？丽敏，这件毋是秘密啦，咱全世界拢嘛知影，讲这是陈家明的囝。丽敏，你讲较清楚咧。本来医生想讲，等伊较大汉才甲伊动手术啦，啊，毋过。袂用的啦，一定要先开刀啦。大兄，你要去找王新辉是毋？我要去看我的囡仔。大兄，你即摆袂当阁甲王家有任何的牵连，你敢袂记哩？阿母即摆咧找家呢，阿爸是安怎死的？你袂用去啦，你若是去哦，我绝对无可能原谅你的。我真正是要去看我的囡仔，我连命都回来，我要尽一点仔我做老爸的责任，毋是要甲王家牵连啥物啊？大兄，哎呀，好啊好啊啦，好伊去啦。那不管怎讲，伊是囡仔老爸呢，囡仔是咱陈家的呀。阿妈，你是想要看迄个囡仔是毋？敢讲你也咧同情迄个王新辉，敢有凭良心？无喏，我同情伊要创啥？在王家甲咱台湾仇，我也袂去袂记的啦。也是讲哦，不管咱怎讲，迄个囡仔是咱陈家骨肉呢，是咱的血脉啊。阿妈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你著敢若顾你的囝仔孙。无要顾阮迄马孙仔的感情就对啊！连我阿母予人欺负代志，你也放袂记啊？是？嘿，啊你若安尼讲，阿妈若安尼想啊，好啦，你若安尼想吼，我即摆来去，来去叫恁大兄倒转来，我来甲找倒。阿妈，陈家豪，就算建兴毋是你的囡仔，较早你爸爸甲伊抱过啊，建兴囝嘛。嘛是登记伫你的户口簿仔内底，这法律上你嘛是囡仔的老爸啊！你敢袂用带领恁爸仔囝的情分去家看一下？好啦好啦，莫阁讲，我无想要听啦，我巴肚要要。陈家豪，你哪只会无情无义啊？刘秘书啊，李先生啊，那是我的金孙，你还较认真啊搞伊个呢？哎呀，我真哩！医生，拜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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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慧，康爷，囡仔要开刀，你哪会无甲我通知一下啊？啊，代志发生了足紧的，我嘛想讲要敲电话给你，啊，不过恁厝的人敢要让你接电话？
所以我就无卡。免当命化建心，建心不是你的后生。我是囡仔的老爸，这是我要改变的处事。阮爸仔囝亲情，不是你会当阻挡。哼，你是讲啥？做老爸是爱付出啊，建心的医药费，伊动手术来开啊侪钱，你敢摕会出？不是嘴会讲讲就使做老爸啊？哎呦，啊恁两个人安尼是伫创啥啦？ 囡仔伫咧内底开刀呢，佮爹家呢哦哦了。建英啊，阿祖的囡仔孙，你是伫倒位啊啦？阿妈，看明啦，你去手术了？对啦。哎呦，晓英哦，这细汉都滴到这款尽头啦。你敢想点啥事情？恁陈家的人敢想讲伊我无路用的话？哎呀，你袂晓白哦，我先甲你讲哦，这细汉都滴这款尽头。 那不是你这外公哦，歹色的做上嘴，都是你正规大人哦，钓出安尽头，伊传互伊的啦。你是讲啥物啊？嘿，你嘛真奇怪。你不是讲你无要定我查某囝，讲你交我黄金的，我是计下手，你想要怎样造孽人生的？哎呦，这家属我一定爱认了。啊，那你这黄金娘哦，歹色的做贼，哦，放心，阮陈家吼，甲你完全结亲嘛啦。 你听好无？伊若讲你这查某囝王心无恙，我袂认你。吼，杨花水性的查某，我无爱挃啦。安怎？你等一下啦。安怎？你等一下。我毋等，毋等，闪啦。我毋等，我要甲阮孙哦，踮遐坐一等。等阮甲咱孙哦，伊手术顺利安全平安，我才要等伊。要甲你激死的。你，安怎？ 我甲家父开囡仔，啊，不过因大家拢唔知影，我嘛讲袂出嘴，尤其伫即马即个时阵，我阁较袂用得讲。阿伯，你阁爱原谅我，袂用得讲出来。希望王家即摆甲囡仔开刀，手术会成功，等囡仔的身体恢复健康，我阁会用家己带转来。 李秘书啊，我讲建英到底有危险无啦？啊？建英今晚晚安怎？啊？手术真成功哦，你若放心。但是这种敢是重要，敢再去，你也先看过。啊，小弟，小弟哦。起来看建英啦。好好，建英，来起来。大妹，你今仔日嘛在无代志啊？啊，你后下去看看看阿妹时阵，你都爱甲讲，互伊放心。嗯，我知。哼。哎呦，媳妇爷，你搁菜啦，创啥？ 你若把树皮你着摘，呀！家宏今仔欠了遐济钱，我若无迄个能力来照顾建兴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若个这时阵把囡仔带转去，我若把囡仔带转去，毋是会甲伊害死？ 这个话无法度传伊啊！哪有这种代志？囡仔哦，肯定难到啦，咱要遐看到看王金苗的面色，但过伊关，吼，世间哪有这代志啦？妈，你回来啊！啊，又我愈想愈气啦！囡仔去手术哦，咱嘛无法度讲人家抱转来，啊，不抱转来嘛是袂用的咧。那像以前啦，阿爷伫的时候，我咧甲念哦念哦，哭哭。 人家这婆婆是去抱回来转来给我，这就是做袂到的代志啊！恁陈家的子孙啊，都袂用去落你外口啦。不，啊，你这么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拢无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啊，你就真牛嘛吼！你讲要做一家之主，好啊，互你做，你请啊，啊，你去啊！你要叫我去倒？嘿，去王金龙遐，囡仔甲带转来啊！
哪会是叫我去咧？当时我义我咧做主啊！啊，无你其实要叫啥物啊？虽然讲嘉平哦，都无迄个立场嘛，啊，徛袂在嘛，秀兰哦，佫无爱伊去接近新会啦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你去徐胜堂啊，若讲哦，王金龙要甲你拍起来，你上敖啊？我无法度啦，我。你要去上啦，佮来到着你的飞天会涨地，好，我你外敖。 哼，我来搞着你的飞天会涨地。阿妈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爱用手的，甲咱抱到转来哦？人伊说王呢，伫咧法律上咱是无立场的呢。搁再讲啦，人家咧车要遐尔大汉啊，他说要过咱吼，一定会过伊赢的。阿芬啊，你哦，要计较啦，互你加读几年啊，成就够真难。哦，你用徛餐厅甲发拉欠薪，我甲你讲。 我无你甲信到啦，好啊，要告做伊来啊，我互伊告啊，我唔惊啦，规日甲我告告参参入去关。阿妈，嗯，讲起来足硬气啦，想要看一下干阿孙哦，都叫人洗面，都叫人洗甲车，哎呦，这天干敢有这道理？阿妈，但我早都已经甲你讲过，叫你卖去，卖去甲迄王家的人吼相拄着啦。 那即马好啊，互人洗面倒转来啊吼！哎，阿兄，到底是安怎啦？阿囝，你毋知看到家己亲生囝，而且嘛看到你旧情，是安怎呀？心情唔好，心手术无成功啊？你伫讲啥？啊？ 你讲话一定爱安尼才较多，才有欢喜哦。好家仔，天公伯有保庇，囡仔长期平安，手术嘛真顺利。教练，啊，你着上届好啊，囡仔平安无代志哦，你着免阁烦恼啊。哈哈哈！我是囡仔的老爸，囡仔即摆出代志，出钱我嘛出袂赢人，买去看嘛无立场。 我是算啥物老爸啦？阿母啊，啊你敢若会用伫叫阮讲吼去甲囡仔带转来饲？咱明仔日共伊啦，啊，别你伫心中哦，搁爱开刀，哇，迄医药费哦，咱敢付袂起？付袂起？哈，即个话你讲会出来？哈，恁三个啊，恁三这查甫人恁是创啥的啊？恁拢好口好手呢？恁做啥？敢若规工啦？ 养坐咧，你看我看你，软目睭烧烧，正手踢倒手安尼听袂了，脚跨脚翘脚，安尼是要过日，哈，爱着过日啊是？你嘛较拜托的，你敢知影我去台王阿金龙遐时安怎把我洗面倒出来，啊？人讲我医药费无法度啦，无资格通去看孙啦，拜托恁大家嘛小可互我一个面子一下。 伊若讲哦，王金龙看边仔共拍，边仔共开，边仔共骂哦，我拢无惊伊啦。若讲到得医药费哦，我就塌咧，我讲输啦，我无才调啦。嘉明啊，等你今仔日哦，囝看到啊，哦，一切情形你也拢知影，啊，你若共带转啊，边仔共饲，你有想过无？ 啊！你有想要做啥物头路无？啊！你才对得起恁老爸，对得起恁老母，有想过无？阿妈，你讲了也无唔对。我即马感觉，我感觉对我个囡仔足亏欠的。为明仔载开始，我着去找头路，搁较好个头路，我拢会用得着。对，啊！你这是查甫囝，啊你啦？嗯。 你遐天天二四点啦，无拍无算，人家明已经讲好啊哦，你安怎拍算？嘿，我看家明安怎坐，我就对安怎坐啊，非得我后半世人拢靠伊啊。啊，你哦，你无效啊啦，了然啦，了然，后半世人可能顺啦，你，嗯，啊你啦，你嘛送款啦，徛，我问你咧。 读到大学毕业，你四人在那，你写作那奖金啊？你枉为呢？枉为你爸母，读到这么高的学校。
阿妈，带我去旅社是甲变好打三工尔，那我嘛有咧准备要考试啊，啊考试都较困难啊。困难？你别咧笑诶！哼，你敢会比王心惠较憨蛮是？哪讲咱唐家家孙哦，较袂输伊？你自细汉就足贤读个啦，吼、哦！爱大学毕业个当吼，嘿，啊你敢有遮尔家己啦？啊，你哦够了然呢！好啦，阿妈，我答应你啦，我会好好认真拍拼用功，等我若是考了时阵哦，一定会予迄王金龙哦得到报应。安尼才对，这是阿妈的乖孙。奇怪，哪会搁较难看？不是走船的，就是爱大阿弟。找头路实在是足无简单。失礼啦，失礼啦！那边失礼啦，来来来，相机摕来。歹势啦，我的钱予人甲我捡去啦。啊，你又知影钱去予捡去，搁敢叫我的车？唔是啦，我拄才落车头的时阵，钱包搁伫个，啊，即摆一望才知影无去啊。你看，免多假啦，钱摕来紧的啦，我要来走啊啦。无安尼啦，你都唔相信哦，无你走，我等下找我阿静，我提钱予你啦。我就无咧头壳歹耳光呢，我走你跩已经提无钱安尼，哪有可能搁载你去遐啦？赶来派出所。哎哎，阮长，拜托啊，你予我小三上个，拜托个。免讲阿济，行啦，来派出所啦。阮长倒来。我晓得。什么代志啊？你要替伊出车钱是毋？偌济啦？50块啦，起来。30干毋是？才30块尔哦。我讲啊，参详一下啦，生意较俗咧，好不？好，反正恁两个讲好，要坐霸王车的吼。无啦无啦，我根本就毋捌伊，伊是好心要搞斗三工的啦。那无钱哦。就莫学人假大班啦，有才调，钱摕来啊！莫安尼啦，阮长大，白白趁食人，对不？无安尼好啦，我写阮家的住址予你，你来阮家摕，好无？哦，阿免阿免啦，看伊落地啊，地无差10块啊，讲你外好爷，我也歹信啦，30就30啦，起来啦。起来啦。多谢哦，阮长大。多谢。谢长大。先生，囡仔在倒？你莫误会啦，我是想讲哦，等我若找到阮阿舅，才摕钱去还伊啦。唔免啦。多谢吼。阿爸，干啥物啊？阿你真热，啥鬼事我拢挂。哎，巴肚就枵呀。阿爸到你家。来，跟上。啊，高爷，你哪唔坐车？唔走啦。刚刚你买车票钱拢无？唔叫你摇着，真正有够闹鬼。闹鬼？啊，到我头仔转来的时阵啊，啊，拄着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坐客运车，坐到尾后讲啥物？背包落去。啊，迄个司机有够歹，讲伊要坐霸王车啦。我就想讲，我甲斗三工啊，谁知我钱早无够，颠倒去有迄个司机把我闹过。有这种代志啊？哎，阿七位小姐，要找啥？我要找林文辉、林阿姐。我就是啊，你是？阿姐，你袂认识我？我是李中坚的查某囝小丁啊。中坚的查某囝呀！这无外久无见面，我变这么大汉啦！哎，那是你？那是拄好。阿爸，你就是我甲你讲的迄个查某囝啊！哦，安尼讲起来，阿恁两个熟识啊？对啦，拄只我差一点仔，互人抓去派出所呢。哦。好佳哉，甲我斗相共。啊，若无，我哪会当徛伫遮？来讲起来，阿恁两个唔只有缘哦，对不对？来。
你跟伊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伊是白阿囝。白阿囝。小姐。蔡永平。多谢。你哪一个人来？阿爸呢？阮阿爸，阮阿爸伊过身啊。当时代志啦，是得病还是啥物意外？我哪拢唔知，我要甲通知一下啊。阮阿爸伊死甲足冤枉的，伊为着一间工厂拼几世人，结果煞去互骗去，互骗讲要做外国生意，结果去进口两三台做高级饮料的机器入来，结果迄个人甲钱骗骗出去走，放遐机器，我嘛唔知要安怎，才来找阿叔参详。哎，小姐，啊你头拄仔讲机器，是毋是迄种做高价的机器？对啊。阿叔，你用会着无？阿叔，即马两手空空啊，啊，事业拢无去啊。即马你机器也摕给我，我毋知要做啥呢。哎呦，阿爸，无得靠咱会当用啊。我先来去看卖一下，等下再研究啊。有你甲小弟两个人啊，去看了机器有啥物用途，好无？好。阿斌，阿叔，这机器你用着无？可能是会当用啦，啊是讲要做啥物饮料？哎，迄饮料有无？有啊。阿姐，你有卖啥？啊，阮互杨桃食啊，甘蔗食啊，拢有啊。看你啉啥？我杨桃食。好好。买啦。好好好，随来。来。多谢。来来来。多谢。来哦，恁两个哦。小弟啊，你看这粒油桃是假的，是塑胶的，内底是空的。咱若是把这个油桃汁装来内底，安尼内面不是足趣味的？对吼，嘉明，你的反应哪这紧啊？状态真好呢。无啦，我是想啊，即摆下港果子不是生产过济，咱若是把这个果子甲果汁斗阵放内面，安尼嘛是一条路啊。对吼。行，咱等下去参详。哎，小姐，头头恁啦，别紧安尼啦。